你好，欢迎收看7月21号的管辖新闻，我是陈慧玲。历经5个月的空间大改造，新北市立图书馆芦洲长安分馆21号是以科学梦工厂的崭新面貌重新开幕。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和小朋友是共同体验馆内的特色设施，包括了坐在太空舱造型的视听室观赏影片，还有观看在天花板的星空投影图。在这场开幕典礼上，市长朱立伦表示，文化工作需要一步一脚印长期累积，孩子的教育应该从基础开始。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与教育场所，目前已经陆续完成28个分馆的改造，并新建了8座图书馆，每座图书馆都有不同的地区特色以及主题。各地的分馆已经改造的28座，这个原来的旧馆改造，还有一些没有图书馆的或新建图书馆的，我们做了8座。那当然这些每一座都非常的重要，那我们也发觉这个老馆的更新其实是最实际的，因为对于所有的这些小朋友来讲，图书馆如果经过改造以后，大家都好喜欢啊。朱立伦表示，不论是新建图书馆或是旧馆改造，都希望将公共空间发挥最大的效益。这一座长安分馆是旧有空间改造，2楼是公共托育中心，整体空间充分规划利用，满足民众各方面的需求。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在这边科学的环境当中来学习，那当然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图书馆将来能够受到更多的重视。所以一般的长者啊，传统的大家可能看一般图书期刊了哈，啊，年轻人绝对都在视听区，在科学区这边哈，啊，大概就会来这个我们图书馆就变成一个非常利用率非常高、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图书馆。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。市立图书馆表示，馆内设有3艘太空船视听教室，以及可以观看太空的立体投影球与星象投影机，并规划了亲子阅览区、视听区、书库区、期刊区、阅览区以及多功能教室等等。馆舍面积268坪，共有20000余册的藏书，其中约8000册是科学主题的图书。谢凤江市府台报道。